一家三口最爱吃的零食，爸爸的太意外了，这是妈妈最爱的，你知道它的名字吗？妈妈说最喜欢蓝色的隐藏款表情图了，你会把你收藏的表情图分享给妈妈吗？谢谢你们啦。天上有许多的繁星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好像很多小朋友都和我一样，都喜欢吃这个零食吧。铁粉宝宝应该一秒就能猜到我画的是什么吧？一起说一说你几秒猜出来的吧。这个零食是不是也是你最爱吃的呢？当你从我眼前慢慢走过，时间仿佛定格在这一刻。到爸爸了，爸爸的最独特，真是独一无二的零食，家里人谁都不会跟他抢。这个也是你爸爸最喜欢的吗？哦吼，哦吼，哦吼。